我很真诚在聊天，亚兰的眼神跟他是要望着我看眼睛，对不对？看着你的眼睛，从头到尾我就心不在焉，左顾右盼。他的眼神是看着我耳朵旁边。想跟我做朋友？昌明，这个怎么办？你们是结婚多久？我15年了。15年，对。老婆被搭讪，你的心情应该是开心的。爽谁会开心？爽的受不了。15年代表老婆还有那个嘛，对不对？魅力嘛，不是，是我认为大家当然很正啊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很奇怪，因为有时候我出去录影录一天啊，录到整天不在家，回来亚兰都在跟我讲，因为太没工作，说哎我好累好累，整天跟我讲好累，哎呦，工作也好累，没工作也好累，哪里累？你说是不是？你现在还在开这种玩笑？等一下影片出来，你他真的好累哦，他真的很累，我是为了笑出来啊，真的吗？常在跟我喊啊。那你知道亚兰有人搭讪过吗？我知道他以前曾经有被年轻人搭讪过。哦，在西门町。西门町可能都很年纪比较小呢。小伙子跟他搭讪，然后回来亚兰多雀跃啊！我靠，我跟你讲，老公，今天有那个年轻人跟我搭讪，代表我条件很好，你给我小心啊，你要珍惜我啊！没有没有，他那个是在发警示弹。哦，对不对？你看猪爷，好吧，老娘还是心高。好，侯昌明先生，你觉得夫人甄亚兰可能会亚兰姐跟对方搭讪者完成哪一个部分？那还用说吗？亚兰是一个最有传统妇道的一个，对，最棒的女性，当然是直接拒绝，直接拒绝。来，请坐，这么有信心，做绝对有信心。做完之后，如果大家想要挑战那个位置，可以告诉我，我们来觉得有没有可能。但是我说实在的，不用留了。我还真的感到有一点流冷汗，流冷汗。有一次我们在信义计划区的某一家很有名的 Hotel，W Hotel， 不是不是 Pub 里面，然后你就看我跟他两个人对坐在聊天，我很真诚在聊天，亚兰的眼神跟他是要望着我看眼睛，对不对？看着你的眼睛，从头到尾我就心不在焉，左顾右盼。他的眼神是看着我耳朵旁边，穿越。就我聊了大概聊了至少5分钟，我一直受不了，我就说你到底你的眼睛是，我就回头看，你怎么没想后面两个长得好帅哦，是不是就是那个美国队长，我就直接是比那个还帅，钢铁人，而且是台湾人，小老婆到你，然后我就说你刚刚是在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还是因为最近因为你割双眼皮，还没消肿，不好意思看。双眼皮，讲对，你干嘛缝双眼皮？不是，因为他的双眼太皱了。他6年前就缝了，对呀，是掉下来，他掉下来松了，那个窗帘已经松了，对不对？你是智慧的帅，跟那外貌又那个，哎呦，你这样说，哎呦，是有。我先安慰你，因为等一下打击可能会打，因为惨不忍睹啊。怎么看啊？那现在可以看吗？好，来啊，来啊，哦，更帅哦。这不是搭不搭讪的问题，好失望。充满暗示的对话，甄亚兰会如何回答？不止吧？真的。
吃袂康对不对？某啊是咱内较好，是不是安尼？好有面子，今天好精彩，我回去让他买名牌包，金价不要太贵，买给他，买给他。我跟你讲，然后人家三十岁，你把我是我有几岁，你知道吗？我四十岁，这个就很明，他们不是说你三十哈还大人家两岁，三八个就恶心，对啊。有面子，现在后面几位开始脸色不太好看，焦躁，有点不安了。因为现在我感到很开心的是，你看第一个直接拒绝没了，相谈甚欢没了，剩三个。你们不见得哦，不见得哦。你们有没有发生过，就是夫妻之间，然后吃味儿，吃醋？唯一会吃醋的，因为他有一个很喜欢的偶像，谁？小猪。哦，喜欢小猪，那你这样会不会如芒刺在背？你们要住在同一栋，你一出来录影，然后他卡一刷就直接到你家了，天衣无缝，啊，那根本怪怪。哎，难怪人家雅兰姐说很累。哎呀，对的，是的，就是整理家里。对了。